Багровый свет, каждый чем-то прогрет. Музыка разбивает нас под фильтром сигарет. В каждом есть своя фишка, каждый танцует просто.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,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. Вечер моя новелла.这多少个片儿？哇，完美！哇！廖辉第一次胜局，160公斤。 冠军分分钟变成齐天大圣，当然这只是玩笑话，因为举重可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成功的项目。原本以为快过年了，是那任务能轻松一点，但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谈到过年，由于常年随队不可或缺的金牌之师，所以无论是初出茅庐的新秀，还是像廖辉、龙清泉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不会是99秒，一百。做这种支撑还能抽空聊天，只有廖辉这样的力量才能做到。其实这本身也是核心力量的一种训练。
看到没有，标准的动作就是这样的，给你们录一下。向上送，向上，看到没？三角肌，也就是这块肌肉。我是助演，我吴婆啊，就不好意思脱了啊。在举重里面的话，如果这个肌肉的话，它会起到一个支撑，就是说举重它有一个支撑的作用，可以把那个杠铃死死的顶住。这块肌肉，它就属于锁住锁肩的那个肌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漂亮的话，身材好的话，这块肌肉也需要，对，是吧？因为咱们就普通人，普通人来说不用举重，但是这个要衣服要想要撑起来啊，穿西装好看，这要能起来穿衣服。今天学院里，咱们就为了穿衣服好看嘛。行，好，来吧，你用这个吧。然后首先，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两手放直，然后。吸气，一，好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慢慢的，对，再起，二，再慢慢的放，对，可以控制住下来的速度。这没多沉，但是觉得特累。对，你还没有用这个。平时用多少？没有，我们平时用大的，15公斤的，黄的那个。对，这样做，好，做10个，10个啊，一般人做10个，做10个就够了，对吧？对，做10个啊，这个10个为一组，10个一组，然后我们坚持做4到6组，4到6组，对，然后每天坚持到4到6组的话，然后这个肌肉。基本上我觉得2周的话会有明显的效果，是吧？很显著，肯定会。然后我教大家第二项就是这个皮筋，这是应该是运动器械商店能买到的。对对对，运动那个器械专卖店，然后就可以买到这样的皮筋。然后这种皮筋呢，它有一个
弹性，知道吗？有个这样的弹性。这是做弹弓的。对，做弹弓那个也可以。然后这样弹性我们怎么来练呢？这样，找一个柱子，结实点的柱子，我们可以拿这个。找个树。对，找个树也可以。然后。我们把它弄成一样的，一样宽，一样长。然后首先怎么练呢？然后这样套住，然后小双脚也是与肩部同宽，然后手臂这样，然后稍微站远一点啊，站远一点，然后。我们也是第一步是挺胸抬头，然后第一步是从后肩部旋转，这样这个动作也要慢，你看是吧，然后要是力可以加难度的话就再往前一点，然后这个动作也是在慢，都是硬，明显能感觉这一块是硬，他这个练这个三角肌会有非常显著的效果，因为你是这样在旋转，然后前面转五个，慢慢的动作要慢，然后再从后面这样，对，再到这样练前面这个，我们再慢慢转，但是动作一定要慢，一定要慢，使肌肉更好看，更有线条感。然后他训练的过程中，他这个是把那这个三角肌在拉扯，在这样拉扯，然后就是。大了之后，它不光光是好看，然后还能防止你的肩，保护肩，这样一个效果。我就打上来了，我这不知道。
进攻求胜。肌肉，扣球的时候一定要压住啊！好，小王，压住啊，稳住啊！压住了，不敢扣了，压住啊！压住啊！一定要压住啊！谢谢啊！我操！明白。你别老想着扣啊，要稳着点。会啊，有机会再扣啊。来。